所、大成宫所内、普兴宫所、普贤宫所、方院宫所等等的这个一起来展现我们社造的一个这个一年下来的这个成果。那今年我们是以这个学识农、学知识、学母语、学在地四个主轴哦，那结合我们局处的一个这个资源，那宫所的一个社造成果，在地的这个社区协会青年的一个量能量哦，来举办。那总共会有70个摊位，那有互动的趣味的来呈现给大家我们这个丰硕的一个成果。时间呢？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地体验逍遥游，会从11月10号一直到11月26号。那去年只有规划8条路线，今年规划到11条路线，所以请大家把握我们11月11号到11月26号，为大家安排不同的一个路线的一个体验哦。那你当天呢来到我们现场哦，这个会有很多的有表演。是我们青年朋友在这边还可以透过大家的用心，把社区的一个这个产业也并发展出来。普兴社区有一个我们有社造最主要是那个客家文路公园有一个我们舞举人的活动今天县府特地来召开我们的社区社造的活动今天有我们普兴乡有人大华社区、仁里社区、普兴社区共同的来参与我们有那太古班，还有我们仁里社区大华社区有一些我们的所编的一些吊饰让我们共同来参与注重我们的整个社区的活动品质做一个社区的清理游希望大家能够欢迎莅临我们的普兴乡社区共同来参与我们的社造的改善改进旅游轻旅行。用我们的芭乐叶，利用我们的芭乐叶都来做加工因为这是用咱亲手做的，这都是咱的社区家己发展出来，我们所做，所以我们未来有利用这个社区的公民生意，我们也推广了半日游，得到大华社区来做 DIY 来展布植物染，也有我们的社区的导览的那个三合院也很超级赞。我们也有自创品牌。专门在教手就是手作的老师，然后一般来讲我的作品是这一些，然后像这一个它是石虎，就是我们苗栗那个石虎，这个全部都是用画的画上去的，然后就是教导我们学员有没有我们的村民怎么去绘画，然后运用各种色彩跟线条自己去做变化，然后画出这些面具，然后这个不管是圣诞节或是说什么的舞会都可以运用。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来做这种可爱的娃娃，钥匙圈的娃娃，然后还有这些插花的作品，这样还有胸花，对。